射罚球一系入，一系唔入。但为咗增加唔入嘅机率，球迷都会搞下花神扰敌噶。为咗令对方嘅罚球唔入，可以去到几尽啊？呢班嚟自澳洲，名叫九二四箍嘅团队，为支持外队，平时都会扮鬼扮马扰敌噶啦。估唔到今次仲揾咗获得18面奥运游泳金牌得主菲比斯现身，玩埋一份添，瞬间成为焦点。菲比斯扮下游水，叫观众起下哄，轻松咁令对方嘅罚球炒粉啊！呢一招扰敌好成功啊！镜头一转，飞去加拿大，呢班学生用一招男人3B 嚟扰敌，同样凑巧啊！